综艺盛典全新亮相，精彩的对抗让您大饱眼福。这里有最犀利的嘉宾评审，这里有最卖力的明星队长，这里还有最给力的才艺选手。看炫目的绝技表演，听悦耳的老歌金曲，聊动人的情感故事。每周四晚21点，让我们一起锁定综艺频道，精彩这一刻，今晚看你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综艺盛典，今晚看你的。本栏目是由湘丹鑫独家冠名播出，我是龚岩，欢迎各位。哇哦，今天的观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不会让您失望。今天节目的主题叫做上天入地，所向披靡。当然通过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也能够感受到今天的节目，我们的所有的选手一定会带给您足够的精彩。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各位点评嘉宾，他们是严当当，大家好，刘和刚，魏金栋，大家好。好了，拜托三位了，今天我们的选手的点评工作交给你们。那接下来我们有请队长和第一组出场的选手做准备，先欢迎我们的独立队长和他的选手，大李队长和他的第一位选手。越来越漂亮了，小伙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真棒！哎呦喂，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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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好，你好，队长，行使你们的职责，为大家介绍一下。哎，先从朱云队长开始。我们这都是高空作业的高手，这是我们来自宁夏，你知道叫什么吗？你自己说吧。大家好，我来自宁夏，我的名字叫顾生明。顾生明，大家好。好，在您那边，天米井下的歌唱家。山东好汉陈雷呀、啊！哎呦，山东好汉陈雷，那到底第一轮出场的是顾生明还是陈雷呢？我们要灯光做决定。灯光选择开始，来，停。好、哎，灯光选择第一轮，卓林队的顾生明首先表演，来喊出你们的作战宣言。顾生明，今晚看你的。那第一位的我们的今天参加表演的选手生明已经站到了我的身边了。刚才说到了你是在高空作业，对不对？对。我想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一定是非常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环境呢？别着急，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上天入地，那您在高空最高咱们这个发电机组有多高啊？咱们这个高度是不等的，基本上现在目前为止都在90米，90多米高，甚至还有100多米的。100多米高，反正我不知道您啊，反正我是挺高。我刚才看短片之中，您是徒手爬上去的。对。在我们这个行业吧，就在刚开始我干风电的时候，10年前啊，我们上风机呢，基本上就是要靠双手，跟我们的双脚。然后呢，是攀爬上风机的。这100多米徒手攀爬得多长时间呀？这个时间吧，基本上是要在15到20分钟，并且我们还是要调匀了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气息。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稍微能够缓解我们一些体力上的这种消耗。对，可能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会觉得说，不就100多米吗？十几分钟就爬上去了。但是您想象一下啊，这事儿最可怕的不是向上爬，是爬一半的时候向下看。
想象一下那时候吧，那多瘆得慌，爬一步，我的妈呀，那特别瘆得慌。那我看您刚才爬的时候哈，因为身上会带一些安全绳，包括像现在您说到了有这个电梯可以带您上去了，那是不是其实在这上边来进行工作和作业的危险系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呢？还是说也有危险？有，咱们刚才在短片里面也看见了，我们是要在一些信号测试呀，包括是我们要在维护的时候、检修的时候，我们是要出机舱，然后是要仍要悬挂我们这个安全设备。悬挂，我听着都瘆得慌啊！然后要出机舱去作业的，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是有可能会出现高空坠落，或者是有一些触电的可能。你的这个工作还有一点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没法接受，就是你一工作要很长时间没法回家，对吗？对，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会在3个月以上，甚至有可能到4个月5个月都回不了家。哇，4、5个月的时间就是在工作的一线。对。哎呦，那家人没有什么怨言吗？我听说你和你的爱人其实是大学同学，高中同学。是啊、我们俩人是同学。今天是不是爱人和孩子也都来了，对不对？今天他们也来了，都来了，是不是？咱们赶紧把他们请出来、好不好？来，有请。我知道声明其实一直以来都想为自己的妻子呢做一件最浪漫的事情，但是呢碍于咱们中国的男人的惯有的羞涩，一直没有做到。那今天呢，在这样一个现场，他也拿出了自己的勇气，他委托我们的队长为他买了一束鲜花，要现场送给他的爱人。来，有请这位队长帮我们把花带上来，看一看。来，我们到这边来，到前面来啊。那个亲爱的，不是您啊，不是您，好吧，我不是我啊，不是您送啊，是啊，这个声明送。刚才一直看你不是声明不好意思吗？我就带他帮着送的。但是有些事儿没法代劳，你知道吗？您赶紧吧，赶紧给声明，有点过了。来，站在爸爸妈妈中间。嗯，好。哎，哎呦，这小伙帅。声明，送花之前不得说点什么吗？对，就是你觉得最能在此时此刻表达你对妻子的爱意的话，我想在全国观众的见证之下，会更能够让妻子感动得了。老婆，我爱你。来，赶紧抱一抱小宝宝。哎呀，哎呦，哎呦，太感人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温暖、特别感人的一家子。哎，也谢谢我们的卓林队长，今天真的是有心了。那今天你来了，可不光是带来你的故事和你的幸福家庭，还要为大家唱一首歌。准备唱什么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刘德华的《天意》。哇哦，刘德华的《天意》，我想更加适合此情此景你的心情，好吗？那把舞台交给你，我们一起到台下欣赏。好，加油。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
刚才在下边坐的时候听您唱歌，有种感觉哈、啊。虽然我们这个小小的方寸舞台可能只有半米多高，但是您是不是觉得比在几百米高的高塔上还要难一点？是不是？是这样。感觉说，哎呀，这手往哪儿放啊？但没关系，从您的歌声中，反正我听的是更加的真切，对事业、对家人的那份爱和那份决绝。那我们听一听，我们三位点评嘉宾对您刚才这首《天意》有什么样的意见表达？来，有请。那当当，因为平时啊，我们大家看那个风车就特别的浪漫哈，一直在转呢、啊。有时候因为我跟何刚，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下部队在那戈壁滩都能看到，经常看到，而且我们也很臭美，经常去跟他合影。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臭美浪漫的背后，是你们这样的千千万万个顾生明这样的一线工人在那坚守，也千千万万个像顾生明妻子那样的美丽的善良的另一半在坚为的他们的事业在坚守的家庭。所以这样的家庭，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大家的一种榜样，也是一种力量。非常感谢你，感谢你们这个家庭，也祝福你，祝福你们。好，那我问一下何刚，刚才在您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在我脑海里一直闪现着一个场景，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曾经给我坐过一个风车，那个时候因为特别喜欢，小嘛，就会不停地往前跑，让它转得越快，自己越高兴。可是当自己停下来的时候，风车也停下来了，当自己累的时候，风车也停下来。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人生有的时候也像风车一样，当你全力以赴地向前奔跑的时候，人生的风车就会不停地转，而且会转得很快。当你懈怠了，当一个人慢下来的时候，它也自然会停下来。其实从这点来看，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为什么这样的强大和自信，我觉得它就是有真的无数位千千万万位像顾生明先生一样工作在一线的员工，你们不停地奔跑和旋转着，所以让国家更加的强大和自信。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一定买一个风车回家给我儿子，我要让他知道，我要给他讲我小的时候对风车的感悟，特别是要给他讲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那就是顾生明的故事。好，那这就是刚才我们声明的第一轮表演，接下来有请陈雷。陈雷，今晚看我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第一轮与声明对决的陈雷已经站在舞台上了，还是一样，首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他的工作场景。工人有力量，哎，咱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每日工作忙，每天工作忙，该走的高大上休息。下过井，然后也是朱丽的演出的时候下过一次，确实能够感受到的那种，因为我第一次下的时候能感觉到，首先是冷，然后潮湿，然后阴暗。我不知道您第一次下井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在下的过程当中，就是在这个灌笼当中，就耳朵就出现这个耳鸣，就一大气压力。我们这个井1000米深，哇！从进了灌笼以后到下面干活的地方，就得在灌笼里面2分50秒才能下到底。就是说一秒钟八米的速度往下下。我们可能有些观众会坐过就是高层的电梯，对，比如说有100多层的这种高层电梯，对对对，那种立刻下向下失重的那个感觉其实是非常难受的，对对对，耳鸣头晕都会有。对，您每次下井要井下1000多米，对吧？1000多米，那所以您就有一个称号叫千米之下的歌唱家。 对，工友们都这样叫我。哎，为什么这么叫你？刚才短片里也看到了哈。对，没事的时候您给他们唱唱歌。对，因为我们在井下每次下井啊是8个小时。哎呦，那这8个小时啊，中午午饭要早晨吃完早饭以后要带下去，中午要在井下吃饭，所以说在工作之余
干完活，可能这个活干完以后，坐在那休息的时候，工友们其实也挺无聊，在底下就说给我们大家伙唱个歌吧。我说行啊，就唱吧。时间长了，九年下来了，然后工友们现在见了我，不是在井下，在地面上见了我以后，也都叫我陈老师，都说哎呀，陈老师唱歌，哎，见了面都跟人家打招呼。你看看，这就是您的好的地方，或者说我觉得您乐观的地方。虽然说在井下工作其实挺艰苦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在井下是没有信号的。对对对，所以很多人说您就没事的时候你刷刷手机是吧，看看微博微信，您什么都看不着。对对对啊，您什么都看不着，所以那周围的环境特别的压抑，只有靠像咱们叫什么陈老师是吧，这个工友们的陈老师这样的给大家唱唱歌，活跃一下气氛，缓解一下工作的这种压力和这种紧张。其实今天呢您不是自己来的对不对？对对对啊，家人也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把儿子请上来好不好？好好，来，好，转过来转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说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我叫陈元一。今年几岁了？几岁了？六岁。六岁了。嗯，小陈同学，我问一下你哈，你知道自己的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吗？煤矿工人。啊，爸，我爸会唱歌。哎，会唱歌，你爸都唱到中央电视台来了，你骄不骄傲，魏爸爸？啥？你骄傲吗，魏爸爸？骄傲。骄傲是吧？你看看这个小眼神，特别棒，虎头虎脑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们学校里举行了一个这个活动，然后我没有时间嘛，我们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所以说那个我爱人带着他去以后，那个老师就问说，家长你爸爸是干嘛的孩子啊？就说我爱人说他爸爸是在矿上工作，他就是刚才就说，他就给他老师说，哎呀，我爸唱歌可好听了。哎，所以说我爱人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你看我这一点我儿子挺骄傲的，给那个同学说这个，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说，充满了老父亲的欣慰啊，是这感觉吗？对对对，充满老父亲的欣慰。那今天呢，来到现场要给大家唱一首什么歌？就唱刘和刚老师的《父亲》。你看看，你看看，哎，今天带着儿子来，然后呢，老父亲欣慰的心态，我们的原唱刘和刚老师还在现场。对对对，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来。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抚摸你的双手，我握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露了白发，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十分。这辈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你啊，下辈子还做你父亲。我的老父亲，今天我们既然唱的是刘和刚老师的成名曲，对，本尊也在现场，你就没有什么愿望想在现场实现一下的吗？是吧？我们归主持人呢是有点小权利啊，你自己看着想。其实，那个就是说，我可能我以前吧，在这个师范专业嘛，啊，学的时候学过一点声乐，接触过。如果有可能会有机会的话，能让刘和刚老师给我上节课，给我讲一讲这个唱歌怎么能唱得像他一样好。哎，这样，我觉得咱们让刘和刚老师呢先简单的点评一下
然后呢，现场教学之后，感受一下跟刘和刚老师简单来两句，你觉得怎么样？行不行？那请刘和刚老师先点评一下，教教现场教课啊。这个压力很大呀。你的声音没有问题，实话实说，我觉得咬字也没问题，情感是也很好。我觉得唯一的呢，就是如果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有一个调整。你比如说第一句，我刚才唱两句啊。比如说第一句，强调背影，就说这个背字啊，在背字上做强调。想想你的背影，我感受了坚韧。第二句强调坚。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你看，强调摸，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结。就是你摸的时候，你真的要摸到它才可以，不是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那这个就太白了，你看，抚摸你的双手，我摸到了艰辛。有机会下来我们俩交流。哎呀，谢谢。听完何刚老师说完，我觉得我都摸到了，我在旁边我都摸到了。哎，真的，这种机会多难得呀！对，真的是。也看得出来，从来没想到过有这样的，是不是？对，是不是？对，你看我们这就是综艺正点的舞台。今天来着了，来着了没有？给每一个普通人，除了有他的故事之外，还可以在现场圆梦的机会。对，那个课时费一会儿咱单聊，好不好？开玩笑。好，谢谢三位老师，谢谢。这就是刚才我们陈雷在这一番的表演了。接下来陈雷和我们的刚才的声明，二位到底谁会更多获得三位我们的点评嘉宾的青睐呢？有请刚才的我们的声明还有队长再次回到舞台上。那接下来两位队长该行使你们的责任了，30秒的时间为自己在这一轮比拼的选手进行拉票。那还是竹林队长先来。好嘞，这次我不知道您会选择什么方式，而您那人就是没谱啊，不是那个啊，那个啊，就是对不定啊。这样，我觉得根据他工作的表现，4个字便可包括，叫千难万险。哦，千难万险。我现在随便说出一个字来，我顺着字头咬字尾，但是可以音同字不同，可以最后落到千难万险上，是这话。哎，30秒的时间，没错，随便起一头，随便起，你别言当当当当当作响啊，响声真大，响路飞飞啊，飞沙走石，实现梦想。谁万险？哎，对，你看我这啊，到底谁是哪个队的？这是那个何刚老师肯定不是，因为以为我编的是吧？不是，因为卓老师实在是太聪明了，真的没有办法，就这些事情根本难不住他。那我觉得就您给起头，我刚才都背完了，我刚才都背完了。我给他起头是吧？卓老师这么聪明，对不对？那我们给他选一个字儿啊，叫卓。卓。跟他的名字姓，对不对？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卓。卓，用卓字开始。我这么笨拙，你给我整这卓。不笨拙啊，您最聪明了，字头咬字尾是吧，音同字不同是吧。来，卓，30秒计时是吧，来，30秒计时，准备开始。卓尔不群，群龙无首，首当其冲，冲锋陷阵。哎，振振有词，词不达意。10秒了啊，就剩10秒了。一团和气，气象万千，千难万险。二一，漂亮！这30秒加油共学怎么样？可以啊，是吧？所以压力就到您这儿来了，大雷老师。来，倒计时30秒，准备开始。哎，这个陈雷呢？用他自己的优美的歌星和战友们，把这个枯燥的工作变成了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我觉得有一句成语说得好，就是以苦为乐。同时呢，有一个对联我得必须送给他。哦，以苦为乐，以苦为乐，必须得是乐在其中。
这个中国工人豪气冲天。好，哎呀，哎呀，转那，哎呀。好，我们感谢二位队长，感谢卓英队长，感谢大野队长，这30秒精彩的拉票。接下来，各位观众，压力就要交给我们面前的三位点评嘉宾了。这轮呢，女士优先，好不好？不要把最后的难题交给女士。张涛，你先开始。我把这票先投给顾生明吧。好吗？希望中国的丈夫们多多的。我这束花没白买呀。我这束花我是替这个我们的好好妻子收下了。哥哥，看我们大林老师多谦虚，多谨慎。关键问题，我跟你讲，人家选手那歌唱得好，你那歌多好啊，是不是？那父亲那歌，真的，这歌真好。那歌多认真，那歌谁写的？谁？那谁唱的？那歌谁唱的？是？你怎么好呢？就是你唱太棒了。关键问题，我是觉得他比原唱唱的还好，所以说我必须把这票投给他，没办法。哎呦，好，现在两边啊，应该是。1-1是吧？那难题交给魏新栋老师。我觉得，整体上啊，这个我还是喜欢陈雷，啊，所以我这票呢投给了陈雷。好，那恭喜陈雷2-1在这一轮获得了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来，我们看一看背后的大屏幕，出现九宫格。1、2、3、4、5、6、7、8，8个号码。那陈雷刚才2-1获得了优先选择号码的权利。来，对着我们的镜头想一想，然后大声说出你要几号。我要4号。音乐当中它是发。好的，发。嘿，不选八，选发。你看，这真的是爱音乐啊。好的，那陈雷是4号。那声明，你选择几号？他既然选择发，那我就选数字发。好，你选8，这两位都够实在的，这都要8呀，好不好？来，我们首先看一看陈雷的4号后边是什么奖品，请打开。哇哦！我们看到了4号，恭喜陈雷获得笔记本电脑一台，也恭喜声明8号获得智能手表一部。厉害厉害厉害！恭喜二位在舞台上，也谢谢你们带来的精彩的故事和更加精彩的演唱，也感谢湘丹青对本栏目奖品的大力支持。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轮的对局选手，他们是谁？一起来期待。真棒！哎呦，你看每次，那今天第二轮的比拼，二位队长又带出了自己的选手。对，那谁先开始介绍？那个女士优先，女士优先。好，来，大野队长，这个不用介绍，全国人民都知道，全国的劳动模范，而且是5一奖章获得者，大家看得见，而且是咱们全国的标兵。他是哈尔滨排水集团公司的荀笑红，欢迎。看得出来是一位有故事的大姐啊！好，那咱们这边，我们这小伙，你看这个头，这形象，小帅哥，名字叫李淼，哎，来自我们这个华山西风索道的维修员。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把到底谁会优先表演的权利交给灯光选择，来，请开始，灯光选择，停。哎，没开准。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进行表演的是大李老师队的荀大姐荀笑红。荀笑红，今晚看我的。刚才我们的大李队长也介绍到了，说您的工作，包括您获得这么多的荣誉，我想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其实呢也会对您比较熟悉。这样吧，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荀笑红。
做这份艰苦的工作多长时间了？到今年是第29年。29年的时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说起来，就是我第一天哈，我就是第一天来做这个工作，到这个岗位的时候，其实我也做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了。嗯，我会想象的，就是我脑子里想象的井下会有多脏，或者气味会有多臭。对。但是当时打开井盖的时候，那一刹那，那个刺鼻的那个臭味啊，一下子就扑进鼻子里的时候，哎呀，真的就是感觉还是真的挺意外的。而且那个井下井里面看到的，除了垃圾呀、粪便之外呢，还有一些蛆虫啊。因为我最怕虫子，所以我看到蛆虫的时候，我简直就是崩溃了。对，真的，我就是特别特别难受。我们排水的工作吧，简单特点哈，我简单用5个字形容，苦脏累显毒。我有一次吧，我在那个井下，就是清涛，像刚才那个片子上有那个就是大方渠嘛，然后我在那个井下清涛那个方渠呢，它是两个双渠，它旁边有一条暗渠，就是没有检查口。就像刚才我下井子没有那样的口，就是如果人要掉进去的话，就一直就顺着那个河流，就顺着那个渠水流就冲走了，一直冲到末端，那多危险，就是人肯定是上不来了，掉进去。我呢就经历过这么一回，我就在这边那个清涛的时候，我脚陷在淤泥里，然后就差一点就倒到那个暗渠里去，就当时就特别危险。然后我应该也是算反应快吧，我就倒下的一刹那，我就眼睛的余光看见了那个入口的墙边，我就用手啪的一下就抓住了。哎呦，好险呐，听您说的。但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当时可能就想的，我就是完了，这回我肯定死定了，我就是那种绝望的感觉吧。您刚才说到了，说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份坚守，更多是因为家里给您的信念，您也把这份信念传给了自己的下一代。现在孩子多大了？25。25了。不是姐，那我就不方便问您年龄，但是您看着真够年轻的，真是够年轻的。25岁了，现在做什么工作？他是在一家航空公司当乘务员。哦，航空公司工作呀？做乘务员。那他很忙啊，应该，因为到处飞。对，是不是他特别忙。上一次见什么时候了？过年？去年的时候，过年没见着。过年没见着，去年的时候见着了。对，去年的时候见着。对，其实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秦大姐也想自己的孩子。我们其实也之前也联系过，但是像您说的，儿子工作特别特别忙，但是他今天呢也是托我们节目组，想在现场给您一点小小的礼物，他为您录了一段视频，我们一块看一看好不好？来。好。妈。现在在中央电视台呢吗？哎，我现在在西宁呢，给你看一下。哎，导演跟我说说让我录一段视频，说到以后节目里边给您一个惊喜，但我估计您能猜着。哎，最近班太多了，一直都回不了家，然后呢，跟我们这天气是不是不好？出门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啊。哎，您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前一段时间您不是生病了吗？我也回家看看，因为最近这个班实在是没有回家的，然后班也比较多，因为这个赶上夏天了嘛，出来玩的也多，回去的也多，然后就天天比较忙嘛，也是没有经常也没有什么时间给您打电话。在家那个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啊，别总是对付，每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吃晚饭都是对付的啊。然后我这段时间有什么忙的话，我就请个年假，然后回家，然后照顾照顾。有点想吃你做的菜了。学了点手艺，回去的话咱俩探讨一下，互相做给对方吃一下。我确实也是有点想家了，哎，感觉最近实在是有点忙。行，我也不说什么了吧，你好好录啊，回头儿子直接那个在电视上看到你，然后等我休息，我给您打电话，咱俩视频聊天。
这些年，您辛苦了。这些年您辛苦了。等着最后时间了，这边不忙了，我就回家。到时候那个，到时候天天给您做饭。尝尝我这些年也在外边练了一些，然后自己照顾好自己了吧，也别太累了。我这边挺好的，不用惦记。然后这也能进两个书。休息啊，你这个多休息，别太累着了。亲爱的，等回去的时候，儿子再跟你说，咱俩单独唠。儿子还有个小愿望，他虽然来不到我们的现场，但是他拜托我，能不能替他给您一个拥抱，可以吗？谢谢。我们之前聊天啊，儿子也跟我们说他打小啊就一直特别以您为骄傲，打小就一直觉得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妈妈，也是最优秀的工作者。您对他小时候的那些还有印象吗？因为我管辖的片区呢，也是挺大的吧，也有60多条街路。然后他上学的那个学校呢，正好也在我管辖的片区里。有一次呢，我就带着我们那个工人在街路上，在那个马路上清涛的时候，他放学，他和那个同学放学回来，他离得很远的地方，他就看见，他就跟同学一起就介绍，就哎，妈妈。然后跟同学介绍，这是我妈妈，就这样，她觉得特别光荣，特别骄傲。啊，好，这就是我们寻大姐的故事。我想通过这简短的介绍，应该也感动了电视机前的很多不同的观众哈。我之前有一个小小的信息，不知道准不准确。寻大姐，您以前是学过俄语对吗？还是俄语课代表是吗？那是我初中的时候，我当过俄语课代表。俄语课代表，那接下来您要带给大家的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那我就给大家唱一首俄文的歌曲吧，《卡秋莎》。直接就来俄文了，好的，太经典了，《卡秋莎》。那舞台交给您，加油。Дали яблони и круши, погляли думами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лый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лый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美的轻纱，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春光，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春光。Выходила
秋沙，那无所谓别人那苦多，为何只我那边那个秋沙，那无所谓别人那苦多。哎，我觉得您这个感觉，刚才一瞬间回到了少女时代，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那种特别羞涩的吐点小舌头，哎呀，我觉得唱怎么样？别怀疑，您唱的特别棒，大家说对不对？对不对？来，我们听一听我们三位点评嘉宾的点评。辛晓红您好，向您和工友致敬。为了表达我的敬意啊，我想和您唱一首这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好不好？太棒了，经典中的经典啊！好不好？这就是千言万语汇成一首歌的感觉，对不对？您既然有这个小小的转变，千言万语汇成一首歌，您来起调，好不好？一起合作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好。Вот мозгов не е вечера. Давай идти. Ешо то вахау, Синер то шанлан, Цай жо мирен приван. Шо. Спасибо.这就是我们这一轮寻大姐的表演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这一轮与她对抗的李淼闪亮登场。李淼，今晚看我的。李淼刚才介绍过了，自己的工作是和这个缆车有关。这样，我们通过想象，可能想象不到到底和缆车的这份相关的工作是什么样子，一块儿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大家为什么有掌声呢？因为大家觉得好险呀，对不对？我真的，我看的我都心惊胆战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了，我有点恐高。这是得多高的缆车上呀？咱们这个缆车最高点在多少？最高点在我们这个15号支架，是国内拖挂索道最高的一个，是65米。65米的缆车？是的，是的。我听说咱们的华山景区的缆车有一个记录，是吗？是连续多长时间保持一点不出问题？我们现在目前安全运行有31200小时。打你工作到现在基本上就没出过事儿，是这意思吧？是，对。我们索道一直很安全，一直非常安全。这也是告诉我们所有的游客，咱们的起码华山景区啊，我们知道这些索道，包括全国其他很多的景区，我们知道的索道都会有像李淼这样的基层工作人员，通过不停的自身的努力，在保证每一位游客的基础的安全。今天，对对，是。那到今天为止，我知道你可能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我们觉得说是可能小小，但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对吗？方便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去年中秋节的时候，这个。我奶因为有一些意外，她过世了。哦，这个当时我在山里面，外面刮着10米的大风，完了就10米以上。完了之后，那个索道缆车都已经收回来了，然后那个公路汽车也没有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在山上，然后你出不去。出不去。然后那会儿的时候，我们领导也跟我说：“你不行，你从中站。”走过去，完了之后给你派个车，但是或者说把索道开起来。我说不行，你这刮着这么大的风，就因为我一个人，这万一出现什么安全问题，影响太大。所以说我说再等等。完了之后我就给我父母就是视频通话，
但是我奶在重症监护室里面也看不到，完了之后只能第二天早上下去。我基本上一晚上也没合眼，因为小时候跟奶奶亲嘛，奶奶带大了，我奶奶带大了。完了之后到早上的时候就我父母就跟我说就已经人不在了，就是这样。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遗憾。我在我的微信上也发表那个自己的感想，好多人安慰我。完了之后那个我休假的时候我还去了一趟我奶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她还在，就是觉得好突然。其实本来我还想问你说到今天会不会现在回想这个事情有没有一点点后悔，但是我觉得其实你没有后悔，因为对你来说那就是你的事业，那就是你的忠诚，那是你值得守护所有的东西，奶奶也会非常欣慰的。谢谢谢谢。好，那今天要带一首什么样的歌曲给大家？壮志在我胸。好，非常适合你，加油，舞台交给你。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负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莫笑我是多情种，莫以成败论英雄，人的遭遇本不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呦嘿，茫茫未知的旅程，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嘿呦嘿嘿嘿呦嘿，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嘿呦嘿嘿嘿。关于李淼刚才的那番演唱，三位有什么样的意见？我们这回先从何刚开始。李淼的他们这种工作啊，其实跟我们的医护工作者有一点像，真的，他们把人的生命捏在手里，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疏忽或者不认真，那可能大家就没命了。但是今天我想说，我特别想说，西岳华山虽然是第一险峰，但是现在有了像李淼这样的兄弟在一线工作，华山危而不险。我想所有的游客到了这里之后，会像我们今天听到李淼的歌声一样，豁然开朗，怡然自得。哎，特别棒。那我问一下，那个华山咱除了坐索道上去，有没有步行道上去的这个道路？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上不去。也有，也有，但是那条是古路。古路是吧？咱下回何刚评委，咱挑战一下那个华山一条路，咱走上去行不行？咱不给人家添麻烦。我看可以，咱俩一块儿去。可以，咱俩一块儿去，没问题。叫上严当当一块儿去，当当你怎么看？我看包。我其实从小到现在，我一次缆车都没坐过，我有心有结，我特别害怕那个缆车不稳，咚一下掉下去了，那就是没命了。但刚才听了李淼讲了他的工作这种平时的状态，我觉得因为有李淼这种一线工作人员的这种每天在把万万千千
我们大家的这种生命，把它放在第一位的这种状态、这种心态或者一种信念吧，一种工作的原则，我觉得我可以把心放下来了。真的可以也跟大伙儿说说，坐缆车真的没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安全有他们在守护着。嗯，下次一定坐坐。我们把刚才的荀晓红大姐还有两位队长共同请上来，好不好？来，欢迎二位队长和我们荀晓红大姐。好的，这一轮啊，故事也精彩，唱的也特别棒。对，但是呢，不知道二位这30秒的拉票时间，到底还会有什么样的新花样？我觉得刚才我的第一位选手高空的表演啊，叫千难万险。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李淼啊，应该用4个字便可包括。叫实现梦想。哦，实现梦想。咱这30秒到底开始没开始啊？铺垫一下。您这30秒，莫非我没猜错的话，您还是要用跟上一轮一样的方式，还要接龙？哎呀，你太聪明了，还想接龙？哎，这样吧，给我一特权行不行？好，能不能？你看这个，我是咱们综艺盛典的这个新人，是不是啊？我这新朋友啊，刚过来一块儿开始主持，所以我觉得呢，要不然您用我这姓儿，龚。怎么样？公，30秒钟，公开始，落到实现梦想。30秒计时，来，30秒计时，开始。攻其不备，是吧？备呀，倍加珍惜。惜，夕阳西下。下，下里巴人。人，人定胜天。天，天地合一。一，一二三四。四，四五六七，七七八九十，十实现梦想。耶，五。哎，你看怎么样？哎呀，掌声在哪里？哎呀，太厉害了！哎，我说啊，我说卓林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啊，就这个1234567 这数数是哪本成语字典里写的？反正我们就小时候经常写这个啊，小时候成语字典。对，好嘛，我真是让您这个特别棒，特别棒。成了，大力老师，30秒给你，该您了。这个荀大姐呢，确实工作送她4个字苦尽甘来。刚才呢，李淼呢，确实他工作也特别的紧张。但是我们荀大姐在人民生活当中，真是用自己的小心翼翼的做着一些老百姓特别喜欢的事，接地气，而且成为了我们的劳动模范。我就祝愿她是，必须祝愿她是女中豪杰，必须是苦尽甘来。您到了，您缺一个那个，又来了。您对，您缺一个这个，必须一句到家里，必须的苦尽甘来。咱闹不闹啊？必须得到这点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把难题啊，也我觉得真的算个难题啊，交给我们3位点评嘉宾。到底这一轮是选择我们的荀大姐，还是选择李淼呢？这样吧，我们这一轮先从魏老师开始，好不好？来，魏老师。那我被那个荀晓红的师姐真的所感动，所以我呢这票投给了您。谢谢。好，荀晓红大姐有一票。那接下来，当当，哎呀，好啊，特别好。来，何哥，你来。当当自愿意在最后守着结束的一票哈。来，我就喜欢荀晓红。因为他是我老乡，哦，就这么简单。那恭喜荀晓红、荀大姐获得这一轮优先选择奖品的权利。来吧，还是老样子，看一看我们的大屏幕上将会出现一个9宫格，1234567 8个号码后边有不同的奖品。那么，由于刚才我们的荀大姐获得这一轮选择上的胜利，您将优先选择一个号码，您选几号？我选8号。好的，8号被最容易被选。那李淼，看一看之后对着镜头告诉我们你要选择几号。我选6号。好的，6号。8号、6号都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叫幸运数字，对不对？最大奖6得6，发。我们看一看奖品打开之后是什么样的选择，请打开。6号。哎呀，你那你获得洗衣机台。6号，恭喜李淼获得空气净化器一台，也感谢香丹青对本栏目奖品的大力支持。让我们欢迎卓林战队，让我们欢迎张大力战队，
好了，那接下来是最后的一轮比拼了。这一轮这样吧，我们先从大力老师这边开始来介绍一下最后一轮您派出的队员。我们这个颜值也是第一的小帅哥，他的名字叫刘浩仁，负责的是您说吊装运输工作。吊装运输，没有他你们甭想在北京坐地铁。那卓林老师这边啊，我们这个小伙子非常腼腆啊，是来自我们四川巴中的一位这个城市高楼的清洗工，名字叫戴栋成。城市高楼清洗工，哎，你比如说最高的楼，蜘蛛侠吗外墙要洗的，那不就是传说中的蜘蛛侠吗？就跟蜘蛛侠差不多。那这好办了，对，这是蜘蛛侠，对，那位呢是跟那个地铁吊装有关的，那你就是钢铁侠吗？钢铁侠是吧？就是我，钢铁侠，蜘蛛侠。这二位应该说都是我们城市工人的优秀的代表。哎，那到底这一轮哪位最先出战，还是听灯光来做决定？开始，来听。好，这边他们。接下来我们第三轮首位出战的就是来自卓林战队的戴栋成。戴栋成，今晚看我的。这样吧，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你的工作状况好不好？来，好的好的。我就先问一个问题啊，那你记不记得第一次就是上去做这工作什么样？第一次的话腿软，有这种腿软的话都没有，就是心比较慌，就是怕那个人掉下去啊。然后就说那个我们之前都是做那个准备工作嘛，都是做了好几遍，然后包括那个有老师傅也是看了几遍之后。哎，你们都做什么准备工作？你说我们听听啊。就是说我们那个系绳的对吧？嗯。然后就是说那个上面。就一直记我，反正我不记个十条，我反正不下去。他不是那个记多的话也那个也记多也不行是吧？对对对对，就是那你这个工作最高你上过多高？还记得吗？100多米吧。100多米是什么楼啊？就有居民的，也有那个商业的那个，就是差不多是40层左右吧。40层左右的楼，那你得擦多长时间啊？就最多一次你被吊在上面吊了多久？一上午，从早上一直到中午吃饭。哎，那你这个除了做这个工作之外，平时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或者是会做些什么其他的工作，业余的生活吗？其他的话，业余时间的话，都会那个看书。看什么书？哪方面的？就是一些考，就是那个准备自考，还有那个公务员的那个省考。哦，自考和公务员的省考。你告诉大家，你来城市工作就是做这蜘蛛侠，最早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着那个以后结婚，想结婚，对对对对，回老家讨一媳妇儿，盖一房子，对对对对，小日子过起来，所以来城里打工想挣点钱。但是后来为什么又说要想去考这个公务员呢？现在的话就是因为考虑到那个家里那个父母年龄比较大了，然后想着回家那个可以方便那个照顾父母。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能有你这样的心，能够踏踏实实的做这些。就是比较危险的基础工作的其实蛮少的，更多年轻人在你这个年纪22岁23岁还觉得说要去享受生活要玩，甚至有一些啃老的年轻人，但是你在现在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中这样的艰辛的来工作，一点点支撑着自己的生活和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有明确的目标，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特别棒，给你加油好吧。谢谢，也希望你能够
成功考上你如愿的这个职位和你如愿的学校，好吗？好的，谢谢。好，那接下来你要带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庞龙老师的《两只蝴蝶》。哇、哦，特别接地气，来吧，舞台交给你。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哦，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越这红尘永相随。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来，桑敏有什么样的点评送给他？我们从当当开始吧。当当看着很感兴趣的这小朋友啊。戴蜘蛛侠你好，可以戴蜘蛛侠，对对对，戴蜘蛛侠你好。刚才知道你的这个平时工作这危险性，然后后来你这个画风一转到考公务员，然后你平时是个爱读书的人，这点我觉得我特别欣赏，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就容易满足现状。这个满足现状就觉得我现在有吃有喝，或者是像刚才公爷说啃老，我家里条件挺好，我就不读书了。其实读书特别重要，而且呢，怎么讲，你从事这个行业，不管以后你是否真的当上公务员，或者再从事你现在这个高空作业这个行业，对于你以后的生活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积淀，也是一个很好的历练。有了你今天的这种历练，我相信在将来以后你的道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稳。你给我们带来了干净的生活，同时你的心灵也给我们带来了美好。谢谢你，蜘蛛侠。谢谢老师，守护着我们。好，这就是小戴这一轮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理队这一轮带来什么样的表现，有请这位选手。刘昊然，今晚看我的。好的，我们第三轮的最后一位选手刘昊然啊，已经站到了大家面前。那刚才说了自己工作，我给他戏称叫钢铁侠啊，跟这个钢轨有关，跟地铁有关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好的，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呢，已经了解到了浩然的一个基本的工作的一个情况。那你的这个步骤的工作具体怎么来描述？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有伤病或者需要更换的钢轨去给它更换掉。哦，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说，比如说举例来说，一号线军事博物馆到公主坟中间有某一站的钢轨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要到你们这儿来报修，对吧？然后你们找到了相关的负责人员，然后备了这个要替换的钢轨，你们把钢轨运到那个要修的现场，接下来具体的修理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来完成，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检测，就是说
检查和探测这个钢轨有没有问题是有专门的这个工种来完成的。哦，也就是说它不是报修，是咱们平时的时候都要定期的来检测哪个地方能看出来。对对对，每天都要做、对，也是。如果真的是要报修的时候，那可就出事儿了，对不对？那时候可就真出事儿了，所以得是定期来维护、来检测才可以。对，哎呦。这工作真的是看起来啊，咱们说那不就是维护吗？正常就跟修车一样，但是还真的是没有那么简单的。哦，那你就是说你平时的工作主要是在咱们的地铁的隧道之中完成的？是这样的，主要是夜班。我们有些时候呢，就对这个地铁的这个隧道啊，有一些无限的遐想。你知道为什么吗？所以为什么说叫你钢铁侠？我对一些超级英雄电影特别的感兴趣。你会发现，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经常有些情节，就是打着打着，突然之间咵一下就冲进地铁隧道里了。是吧？但是我们只能通过电影的画面去了解那里边什么样。那真实的地铁隧道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能帮我们描述一下？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地下的高速公路与迷宫的结合。迷宫怎么讲？我这不就一号线、二号线、三号，这不六号线、八号线吗？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不同的线路，它又处于这个不同的深度。哦。这样的，对，哦，然后因为咱们有时候换乘，不是有时候得坐电梯吗？它那个位置也是不一样，深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线路它那个又是通的，所以在这个里边，如果出现问题，说，比如说车辆故障了，又不得不在隧道撤离的时候，千万要听指挥。那我就说，比如说现在我赶上了，现在就停那儿了。那我就拉门自己上去呗，我差不多算那时间应该到这个军事博物馆，到我们电视台了，我就自己走上去不就完了吗？没事儿。那个里头非常的黑，也是伸手不见五指。如果在隧道的话，你那意思就是我可能走不到，但是有可能会饿死在隧道里，是那意思？看运气吧。看运气。身边的朋友都是相对年轻的朋友，那有没有在身边来说说你觉得其实是有一种自己属于自己职业的自豪感，跟他们比来说？最直接就是这么危险的活你们肯定不敢做。好，这话说得特别好，这么危险的活你们肯定不敢做，但是我敢做，而且是非常精准的把它做好。特别好，那接下来舞台要交给你了，带给大家一首什么样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好，来，下一个。门前老树长西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愁纹了。不知道我们的三位点评嘉宾对刚才浩然的这番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那刘和刚老师，
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都用在默默的工作上了，时间都用在我们所爱的事业上了。其实这首歌给我的反思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这么多特殊行业的一线工作人员，他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们不是没有爱好，他们也不是没有爱情，可他们选择了奉献与付出。他们把时间奉献给了我们，我们才能有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就我们常说，工作不分贵贱，岗位不分高低，他们能把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也就是时间，能奉献给我们，那他们也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我们尊重的人。谢谢老师，说得特别好。那啊，好，刘浩然你好，那个唱得很好啊。我在想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形容一个，就是什么呢？有成就的人呢，有时候会说顶天立地。那么已经到了第三轮了哈，我就觉得其实呢，我们两个队是一个整体，啊，顶天立地，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你们，我们的生活有你们而感幸福。而感精彩，而感踏实，啊！所以说我为你们而感到自豪，谢谢，谢谢老师。顶天立地啊，真的是今天这三轮的选手的工作都非常特殊，像您说的这个形容词特别棒。我们顶住了天，立住地，带给我们的虽然都是普通的工作岗位，但是带给所有人的是一份安定、安全和安心，特别好。那浩然，这一轮你的表现已经结束了，我们共同请出刚才的那一位我们的蜘蛛侠和二位队长共同上台，来进行这一轮的拉票以及最终的决定。欢迎二位，来，刘浩然。戴栋成，哎，这是我们两位队长最后一次在本场的拉票的机会了，好吗？30秒的时间，这回还是从卓林老师先开始，好吗？从我来开始，来，好，可以，我就倒计时了啊，开始，倒计时开始。这个我们这个戴栋成啊是四川人，我用四川话说啊，我们这个戴栋成啊今天呢表现非常的不错，表现得非常好。用我们四川话讲呢，就是表现唱歌唱得太巴适了。然后我们东北话怎么夸？哎呀妈呀，这孩子这家伙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没法比喻了，知道吧？用我们山东话说，这孩子唱得好啊，杠了塞了。用东南亚一带的语言说，这个汉奸光带棒高，那高不拉黑，棒着棒。时间到，反正那个前边我都听懂了啊，就是劳烦您一个事儿啊，最后那东南亚那给我们翻译一下。哎呀，我自己都翻译不出来，就是让您再说一遍，估计都不一样，是吧？成了，好，大概意思是什么？就这个，当白我们个光，我怎么想考好还有说话弄不懂。没错，我听出来了，大概意思就四个字：急头白脸。不是，差不多就这意思。基本上属于那个一个破桶啊，从楼上从山坡来，滴了咣啷咚咚咚嘣，就这个。这都有呢，来，大林老师。好，那个30秒计时。三十秒计时开始啊！我们的刘浩然送他四个字是埋头苦干，埋头苦干一天很容易，而且一干就是4年，而且天天的夜班。我觉得他在青年当中起他的表率，如果他是鲜花就要绽放，如果他要是大老虎就要呼啸山林，如果他要是雄鹰就展翅翱翔，他要是年轻人就是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向你们致敬。哎呦，太棒了！您这个，哎，这一次一秒没差，一秒都没差，成了赛了。二位呢，真的我已经领略到了哈，这是为什么二位能成为队长，那真都是有真功夫的。这一位是各种倒口，一位这计时分秒不差。行了，接下来难题交给我们三位点评嘉宾，这一轮是喜欢戴栋成还是刘浩然呢？我们从当当先开始。我要把我这票投给刘浩然。好，刘浩然一票。小刚，你刚才投的谁吧？他投的刘浩然。你投刘浩然，那我投那谁？戴栋成。戴栋成，
行，现在场上比分1-1，那最后一票我们交给魏老师。我选刘昊然。好的，那恭喜大李老师，这一轮刘昊然2-1获得胜利。好，恭喜昊然，那这一轮你获得了优先选择号码的权利。那没事，宋城你也可以选啊，但只不过咱后选点好不好？来，回头看一看大屏幕，现在九宫格出现，1、2、3、4、5、6、7、8，有8个号码，每个号码后边有一个独特的奖品。那这一轮浩然先选，告诉我们的镜头你选择几号？我选1号。1号，好的。动城，告诉镜头你选择几号？我选8号。好的，我们看一看奖品都是什么。打开，恭喜1号无人机送给刘浩然，恭喜我们的动城8号洗衣机送给你。也感谢湘丹青对本栏目奖品的大力支持，这一轮皆大欢喜啊，都有奖品了。那我们把所有的选手都请到舞台上来，好不好？来，欢迎各位。我们高兴地宣布，大力队这一轮3-0获胜，获得本场的冠军队。好了，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综艺盛典今晚看你的全部内容了。本栏目是由湘丹青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